高枕行棋不朽传奇，欢迎收看高枕传奇。寒山大师早年要甲达官大师讲到，神宗伫明朝凋零，是因为源头洪塌掉的，所以要借本清源。啊，那中兴造客祖庭，就是因为寒山晚年弘法事业当中付出上界最心力的所在。无奈最后，也是躲不过和甘霖陷害的命运，和寒山只当失志离开。要走进前，大师创作十首免造客主题主七言诗，其中之一是：千金何合树灵山，大将已归客顶寒，不是瞻望亲眷户，如何得入祖师关。充分表现出寒山遗憾不甘的心情。晚年拜托求欢新婚的寒山大师，身心都得到彻底解脱。伊过一摆温柔似海，这其中阁会有甚物款精彩的故事呢？今仔日的高枕传奇，咱要继续来向各位介绍寒山大师传奇的一生。寒山开始拼的猎马，在牛行山的妙手回春之下，真紧就专注啊。严哥，大师唔敢收过大意，在中村庵静养半年多，才继续带弟子温游四方。少年时的寒山立志行脚各地，有意一拔走天下，轻慢政治局的豪气雄心。一来是想要向各大宗林的高枕大德请教，二来是想要借机会磨练自身顶辈安乐的习气。如今寒山成为名闻天下一代高枕，颠倒时行到倒位，拢会有人发心供养，请大师留伫当地为众生讲经讲法。寒山嘛是真欢喜，由于家己师族当中，师信虽然是道场的精神，力行菩萨道，弘法济世。西元1614年，明万历42年，寒山来到南岳行山的万善寺，为僧众传法授戒。这个时阵，朝廷传来朱姓洪太后病天的消息。这位混乱娘娘过身进前最后的心愿，就是希望会当有当代高僧代替伊的往生道场做佛事。信宗也因为安尼受气寒山，颁布圣旨，予寒山会当恢复精灵的身份，而且调大师的家主持皇太后的报恩道场。69岁的寒山大师，为了感谢诸神皇太后在世的时阵对佛教，还有对本人真侪摆扶持，专工伫太后的灵位前，重新下发批题，重情加色，正式告别流放的生涯。结束皇太后的佛事，寒山转去到南方四界游历。这个时阵，甲大师同时期的高僧，伊的同参故友，参就是妙峰神师、雪龙法师，拢相连续关接啊。寒山自从从军领南了后，就毋捌去见过因，所以每到一个所在，大师皆当写一挂墓志铭、塔铭来怀念这老朋友。这对一个老大人来讲，心内凄凉孤寂、遗憾艰苦，绝对毋是三言两语就当轻轻的难过。伤感的情绪，予寒山怀念起伊的故乡安徽泉州，所以做两首思乡曲：门前高柳映青池，相距离桐戏玉石。
61年如梦事，机会游动过远事。青山一带绕河流，家住河边古渡头。自小离乡金米诺，初心不断最悠悠。温柔途中，寒山佮想起当年伫五台山佮唱甘神静两种毅力的仁慈大师，所以大师伫万历45年，行到杭州的文策神师吊念仁慈大师。也毋过，寒山伫文策神师除了为仁慈大师写塔铭以外，并无留下其他的著述，或者是公开弘法的活动。一大部分的时间，拢住伫另外一座真出名的寺院——西湖湖边南屏山的静珠寺总镜洞内面。静珠寺位伫鼎鼎大名的雷峰塔对面，为神宗五山寺。山门的这边有一座大幻境，逐天日头落山的时阵，洪亮的钟声回荡伫西湖的群山碧空当中，清扬悠远，香甜云霄，让无闲规工的身心得到平静，成为出名的西湖十景之南屏晚景。静珠寺大雄宝殿的西面有一座祭祖殿，供奉着南宋神宗高僧道济神师，就是咱即马民间传说当中，大家拢知影的济公活佛。道济神师相传是罗汉应世，伊的行为看起来随心癫狂，无修改过，但过实际上却是河工东鼎，在混沌恶世当中行医重疾，济世度众。道济神师不写一首广为后人流传的诗偈，内容是安尼写：九六团墙过，佛祖心中留。世人六合我，如同进无道。用来提醒众生要老实修行。寒山选择伫静珠寺挂单，虽然伊本人并无加做说明，但过应该是仰慕道济神师的行迹，加上这个所在交通较方便，嘛会当予众生有搁较侪机会亲近大师，搁大师结缘。寒山伫静珠寺讲经讲法，真侪信众大德、儒家居士拢不远千里而来，向大师求法问道。这个时阵的寒山写出一篇号名为《西湖静珠寺总镜洞记》的文章。这篇文章唔那简单，佮清楚介绍神宗发展的历史，其中佮较讲到。有是观己，即无一物不是佛心，无一法离非佛事，无一行离非佛行。一切诸法安有谦和，出于唯心之外者好，是敌宗教之轻，以一心教化。民万法归一心，即何法离非祖师心明？又何圣上教神之不服？是即非上者不得法性，特教者不得佛心，不欲佛祖之妙用，而即为实法。所以这法眼中难明呀，可不痛哉？清楚表明大师不改佛心，心乃万法之中的佛学思想。
上个重要的是，寒山也传达出伊认为佛法本是一家，不应该有形象身教的差别。在杭州弘法期间，寒山阁留下袂少小故事。有一天早起，大师正咧准备开大讲经，想要到静住寺的山门外，雄雄传来一阵吵吵闹闹的声音。刷落来，一个为外地来回乡雄雄公公走入去大殿，跪伫寒山座前，哪哭哪讲，伊的师兄出家五年啊，平常时持戒严谨，虔心修佛。偏偏啊，前几天在念大悲咒的时阵，师兄竟然讲家己面前出现一个赤发独角、青面獠牙的鬼面，当咧歹亲像咧甲人。周围皆当闻到迄青味。过无偌久，师兄就得到生病，眼神散散，面色青酸酸，不时时阁会掠狂大声叫，真将全拢无办法，只好带来请寒山二弟。寒山叫人把这个小精灵关入来殿内，详细观察了后，开嘴讲：“伊这是宿业的恶业未消，即个记得魔相引起生病，需要大家念金刚心咒来医治。”然后大师就叫众弟子赶紧全部坐定，家己目叠加上念心咒。寒山每念一句，正手的大木开扇就会伫个桌仔顶拱一下，代表所有人拢爱对咧大声念。半刻钟过了，这个小精灵雄雄爬起来坐好，出声甲大家做伙念咒。等到一部金刚心咒念完，小精灵早就已经恢复正常，只是一时间摸不清楚伊本来出现伫静住寺内面。阁有一天，静住寺准备扫墓布施，要来甲众生结缘。杭州城内查甫查某、老人囡仔知影消息了后，大家有真欢喜，赶来山门前排队，希望会当领到一碗有护法加持过的米味，增加福慧。真侪人领到素梅了，虽三嘴两嘴，佮食食落，食饱了，信众佮走入去寺院内面礼佛，顺便看卖啊寒山大师的风采。真主寺内内外外四界拢是人，互客甲满满满，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。寒山同款热情回应每一位信众，也毋过，伊所发现民众内面有一个中年男子的行为真奇怪，引起众人的注意。这个中年男子虽然将头毛剃掉，也毋过有留喙须，穿的是俗家的衫裤，规身躯真垃圾，佮有一种臭瓜酸味，伊的面还佮有伤疤，看起来是歹亲亲，完全无出家人好生慈祥的发相。另外，这个中年男子总是习惯向人坐的所在客，大家挡袂掉伊身躯的气味，拢赶紧闪开。伊有缘便弄入去个人客，而且伊自头到尾拢表情真紧张，四界看来看去，敢那是咧找什么？或者是讲伊无想要互什么人找着？众人都参像咧看雾中的花，完全约袂到伊到底要做啥物。寒山看到安尼，先伫个边仔详细看，然后行到伊面头前，将手内开始向边仔条仔大力攻落去，口气真严肃，大声骂讲：“大胆贼人！糟糕，这个混蒙境地是想要动啥物歪脑筋？你已经无路通退啊，阁唔赶紧离开！”莫怪病症对你无客气，威胁的话拄讲完，大家全拢回头过来看。
只看着这个中年男子面色汹汹改变，规身躯紧张到一声就冲出警察室，下性命向南冰山山顶走去。众人无了解，所以伫遐咧议论。有地主曾经问寒山到底是安怎，大叔说山有啥物拢无发生过共款，照常甲善男信女问好。想袂到第二天，警察室竟然来真侪官兵，讲是要冲那一位已经逃亡半个多月、身派数条人命的强盗。官车将手内通缉犯的围墙拍开，众警连一个看，就是昨昏紧张走起的中年男子嘛。官兵在警长的指引之下，就赶紧将逃犯逮捕归案。大家真好奇，走去问大叔，是不是之前就捌见过这个强盗啊？才惊伊伤害大家，把伊赶走。寒山煞头吓吓咧，笑笑回答讲：“我从来毋捌看过伊，也毋过我知影问心无愧的人，表情袂遮尼惊吓，行为袂安尼鬼鬼祟祟。”最后，所有人都真佩服寒山大师敏感的观察力和判断力，还有过人的胆识。寒山大师的晚年，实在一位真重要的佛教居士，伊就是明末清初的文大领袖，同时也是雪洞法师的弘化至高。钱谦益，钱谦益事实上只有在万历45年的时阵参访过大师一摆，其他都是私信来往。也毋过两人敢若一摆会面，算是真有话讲。尤其是伫咧维持佛门正法的理念是真受伤。寒山真敬重钱谦益的为人佮文风。我伫个批来写讲，求向技术为当代会有法门保障，阁有行建技术大为修心，现在关心事情发展，时时有望言来表达推崇之意。啊，之前也嘛真侪摆伫个书文书名当中，以海印地主的自称。用实际行动来追随大师。大师在广东期间的著作，是托人到广东各地收集了汇集成书的。大师著述的《尼婆实录》，同款是按照原稿复制出版，流传广播。这都能看出来，之前的对寒山大师的敬仰和归属。离开杭州了后，寒山大师一行人温水到庐山的五灵峰。这位70多岁的老人，虽然身体有弯勇健，面色红红，精神百万八九。在当上讲经讲法，是声如洪钟，滔滔不绝。也不过，看着五灵峰的环境，清幽静谧。也不免让大师有归隐山林、颐养天人的想法。这个想法，让这位技师知影了后，就发心来募资，集合当地乡绅的力量，从山头买下来，而且起一座寺，由寒山亲身的号名为法云寺。寒山在法云寺拢总生活4年，是晚年。上过平静无波的一段时间，让大师能尽心完成真侪佛经的注解，替众生施行法布施，诸如华严供养、起信顿得解，也阁有种子类七篇注等等，拢是为咱今仔日研究佛学义理的重要宝典。啊，那大师的文笔吉扬。意涵深远，毛过一摆印证伊文理经的美名。西元1620年，明兴宗驾崩，
新登基的皇帝就是寒山第五代山基督，帝师大师后半世人受尽苦难的明神宗朱相洛。慢慢啊，寒山的身体无亲像以前遐尼健康啊。天启二年，伊闭关八个月，等到年底一出关了后，寒山就调集地主东上宣布讲：祖溪一直是我的志向所在，即马我甲祖师阁有缘分啊！我要离开遮，前往祖庭。遮个话讲完，发文时的情状拢感觉真惊吓，大家吵吵闹闹，尤其是福生，伊有缘对中车时和迄阵家人陷害代志无法度放下，所以因为对大叔的疼惜甲爱护，福生首先出声极力反对。若是安尼，寒山敢不有法度去做客？更加多精彩内容，且等待后回分解。